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！阿弥陀佛！啊，我们上一次啊，学习到十念必生这一愿啊，我们举到啊啊，宋朝迎科法师。 他啊，念三天呢，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！确实也是证明啊啊！若一日，若二日啊，乃至若七日啊，阿弥陀佛是啊，这个接引导师啊啊，真性切愿。 啊，他老人家没有不来接的，啊，甚至于是啊，希望我们早一点往生呢、啊，啊，不要再受轮回苦了，啊，便就今朝成佛去啊，乐邦化主以闲此啊，哪堪。 更欲知乎者，啊，我们还犹豫不决啊，啊，没有坚定的求生呢、啊。哦、啊，那管取轮回没了时了，啊，这个轮回路险呢、啊，啊，无常迅速啊，啊，因光睹失。 用一个字来形容无常啊，啊叫“吞”呢，啊，众生都被无常吞了、啊，啊，无常现前呢、啊，措手不及了，哦、啊，所以我们学佛啊，就是学做人做事啊。 哦，所以做事啊要稳妥啊！哦、所以，当生成佛这一件大事啊，啊，我们得办得稳妥啊，不能侥幸啊！好，啊，无量寿经说：“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欲何待乎？”啊！ 哦，不能再啊浪费时光啊，不能再拖延耽搁啊！啊，所以夏老说的、啊、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啊，啊，多念一句是一句啊。 啊，黄老说的抢救啊，抢得一句是一句啊，多说一句呀、啊、就废一句了。哦，我们还讲一些闲话，这个时间精力啊耗掉了。哦，不止耗掉了，可能还要造口业了。 哦，那这个差异啊，我们自己得用心去感受感受了。啊，念得一句呢，啊，能灭重罪啊，啊，果能一向专念，自然过障消除啊，啊，不但道心纯熟，且可福慧增长，这是一念的受用啊。 啊，万德侯明这一念的受用。啊，假如我们把这一念的经历时间，啊，用在讲闲话了，哦、啊，那这可能就要造轮回业，造三恶道的业了。哦、啊，所以经上特别强调，善护口业。 不记他过啊！这个身口意啊，一般是这样排列的啊。无量寿经是口生意，那这个佛经啊，这个位置上啊，哎，都有含义在其中，哦，比方。 冤亲平等，哎，把冤排前面了，有用意的。啊，我们真想学佛了，哎，首先呢要礼敬、啊。过去生跟我们缘分不太好的人呢、啊，啊，这样我们能修平等心啊。 啊，不然这个爱真心啊，就在静缘当中啊增长了。哦，那这个口、身、意啊，口排前面的啊,啊，代表啊往生净土啊，心净佛土净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口业不守啊，这个心没有办法清净下来。 这修行人的敏感度啊，敏锐度要强。哎，当我们啊要批评他人的时候，啊数落他人的时候啊，哎，感觉这颗心啊，安不安？亲不亲近？ 哎，感觉到他不清净、不安定了，那这个对自身的身心呢就没好处了。哎，我们的敏锐度越强，越感受到了，不愿意做、啊、违背性德的事情了。啊，哦，所以《心经》说。 观自在菩萨啊，跟自性不相应啊，就不自在了，身心不安了。啊、跟自性相应呢，哎，感觉身心舒畅，甚至于、啊、都能感觉到，哎，这一念、这一言一行啊，跟性德相应啊。 佛菩萨都加持啊！好，所以一感觉差别太大了，好，那当然还是随顺性德好了。哦，这种事啊，不能靠别人推的，这个勉强不来啊，自己真体会到了，真肯放下轮回心了。 放下烦恼心了，啊，肯随顺性德了，啊，弘明正张自性了，深深生唤醒自己了，哎，我们念佛啊，还得身边的人说，哎，多念一点啊，哦，这个佛号拿手上吧，哎。 若要佛不离口，先须珠不离手，啊、哦，还得别人叮咛啊，哦，那这个都差一截了，嗯、这个自爱不足，哦，你说学佛学什么？学自爱了。 啊，这些道理啊，我们都要想清楚啊！一念之间呢、啊，天壤之别。嗯、念佛啊，得大利益了。啊，打妄想，甚至于造口业，哦，那是结三恶道的恶缘了。 哦，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呢，啊，这个我们要做得了主了。真正挚爱、啊、怎么可能还在让自己种三恶道的业因呢？啊，三恶道业因是贪嗔痴了。哦，这个警觉性啊要很高啊。 这个夜莺种子种下去了，它在阿赖耶识就不会消失了。啊，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啊！啊，因缘汇聚时，果报还自受。啊，这四句偈啊，我们都熟悉呀、啊。 哎，但这四句记。啊，我们深刻体会之后啊，不敢轻易动不好的念头了。知道啊，因小果大啊。安世高大师啊，他那个出家的师兄弟啊，明经好师啊，也很不简单了、啊。 明经很聪明啊，好施喜欢布施，哎，可是托钵的时候啊，饭菜不满意啊，啊，他起了逞恚心了，啊，那一世就堕到畜生道啊，做龙王啊。哦，哎，这一念的力量啊，不得了啊，啊，哦，那《法华经》。 给我们讲了一个公案呢，哦，一个老人他想出家了，哦，那佛让这些正阿罗汉果的弟子们呢，看看哎他有没有善根可以出家，哦，那阿罗汉可以看五百世啊，哦，可能还有能力更高的。 通通看下来，都说啊，啊没有善根出家。哦，后来佛说了，啊他在久远久远节前呢、啊，啊他被老虎追啊，啊结果情急之下跳到树上去了，啊逃命啊，啊脱口而出啊。 念了一句“南无佛”啊，你看这个种子种下去了，经过，啊，我们说天文数字啊，啊，的时间呢，啊，遇到释迦牟尼佛，哎，这个种子成熟了，哎，一生南无佛啊，皆已成佛道啊。 所以，圣狂之分呢，在乎一念啊。我们这个克念的功夫啊，不能不下了。妄想千般，皆不管了啊！一生佛号啊，要分明啊！哎，我们接下来第十九愿呢，是发菩提心呢。 哦，这是学习的重点呢、啊。上辈、中辈、下辈往生呢，都有八个字：啊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啊、哦，这八个字。而且这个一向专念呢、啊，跟发菩提心呢、啊，不能分开啊。 你发了菩提心，不念佛了，那这个菩提心就失掉了。须臾被念佛之心呢，可能刹那即结业之所了。所以菩提心要不忘失啊！哦，那一定要努力啊，让它越来越。 佛号提得起来，不忘是菩提心。啊，因为称名即是自心现嘛，真心现前了、啊哦。大势之菩萨，啊，这个印光祖师是大势之菩萨再来、啊。他老人家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 啊，把《楞严经》啊，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提出来，加入这个本来是四经啊,啊，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《观无量寿经》，啊，《普贤行愿品》，他老人家在家了，啊《念佛圆通章》啊。 五经一论，啊，是净土法门啊最核心、最重要的经典了。好，那大势之菩萨念佛圆通章最重要，其中一句教诲啊，都设六根，净念相继、啊。 我们不净念相继啊，很难都摄六根呢。啊，这个念头啊，跑出去了，眼睛啊，又看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可能都扶不住了。 所以静念相继呀、啊，哎，才能让我们这个菩提心啊能保持住了。哦，所以我们真体会到了，哦，这个佛号啊，啊，要很用力的把它提起来了。 哦，包含啊，我们真正工作处事了，啊，要去处理事情了，啊，哎，要思考，啊，师长老人家有教了，啊，佛号放下，啊，但是啊，要真心去处理事情，啊，这个念佛念字是精心。 啊，我们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心去处理事情，哎，还是菩提心。哦，你不能应付的心呢，去处理事情哦。哦，轮回心修什么样的法，不能往生。哦哦，所以这个真心，哎，念佛是真心啊。 啊，同时，啊，佛号放下的时候啊，还是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。好，好，啊，这个是我们提到啊，这个盈科法师，他念三天呢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啊，阿弥陀佛是大慈父，啊，感应不思议的。 当然，我们念了好几天没来啊，啊，这个不是阿弥陀佛那边的问题了。哦，我们事实上可以问自己了。啊，这个假如我们常常啥事问别人啊，那是为别人修的了。哦，那是啊。 没有真实面对自己的状况了，自己的念头还要问别人，啊，所以老和尚说：“能不能往生呢、啊？不要问别人，问自己了。”啊，一天到晚呢、啊，什么念头多、啊？佛号有没有越念越多？ 哎，修行靠个人了、啊，这个要自己去检查了。哎，我们不常常检查，容易懈怠了，容易啊，得过且过啊。哎呀，这时间在过啊，太快了。哎，这修学啊，学做人，学做事啊。 修行是修正行为啊，修正做人做事的行为。哎，哎，我们冷静看看自己过往的人生，这个做事的态度啊，积不积极啊？有没有恒心？有没有毅力呀、啊？哦，哦，还是挺会拖延。 拖拖拉拉的，啊，做事呢，比较不积极，都要改这些性格啊。你看六度，第四精进啊，对峙懈怠。哦，这个不够积极啊，也是懈怠的表现了、啊。 修行靠个人呢，还要靠我们自己下功夫去对治啊、哦、啊！比方呢，我们不容易查自己的过啊，这个也是一个要对治的问题哟、哦、啊！不容易查这个过啊，你就不会下功夫去改。 去提升自己了，好，那好，我们今天说警觉性啊，这这一个词用了好几遍了啊、哦，哎，修行跟治病啊，理是相同的，啊，身体有病了。 你要趁早治疗啊，拖越久越难治。同样的，我们的习气、我们的性格拖、啊、越久啊，越不好改了。哎，这警觉性要有啊。 嗯，哦，我们以前听人家讲，啊、哦，越老越固执啊，啊、哦，以前听人家讲过，哎呀，那时候觉得这个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现在自己也进入秋天了，嗯，哎，固执是习气哦，哎，听人家劝呢、啊。 这个才对哦，哎，哦，比方说，啊、呃，两三个、三四个亲戚朋友啊、呃，对你都很好，同样都劝你改一些问题呀、啊，哎，你自己觉得，我我我觉得我没有这个问题啊。 假如真的有这个现象啊，那得要冷静下来，啊，为什么？旁观者清呢、啊，当局者迷呀。好、哦，哎，而且大家要静下心来，这些是不会害我们的亲戚朋友嘛。<laughs> 哎，你不要说，他有很多习气呀、啊。 他毕竟他爱护你嘛，<laughs> 旁观者清嘛，啊，你对他来讲你是旁观，他对你来讲他是旁观嘛，嗯、哎、哦，而且，啊，假如我们觉得，哎，他还有毛病了，他还讲我，哎，他。 他有毛病啊！他讲你，你改了，他就佩服你了。啊，他佩服你了，你才能互念得到他。啊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嘛。啊，不然这么亲的亲戚朋友关系，最后都变得互相在那里讲彼此的毛病。 这是恶性循环了啊、哦！哎，怎么跳出这个互相讲问题的恶性循环？就是对方讲我们了，我们下大决心去改，就可以转过来了、嗯。夏、哦、老说：“改习为立命之基呀。” 改自的习气呀、啊，才能改变命运呢。好，你看我们最近常常讲相应啊，啊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啊哎心境、佛土境，这个都是相应的。哎，极乐世界普贤菩萨法界。 我们要相应，哎，那我们处事待人，遵循普贤行。哦，那哎，这个普贤行啊，第一个就是礼敬诸佛啊。 那我们要检查，哎，我们自己对人、对事，哎，这个礼敬啊，哎，有没有不断在提升？哦，哦，那这个就能跟呢、啊、普贤行,行相应了、啊，啊，就是跟极乐世界、啊、能相应了、啊。 我们改过、改习气呀、啊、改性格，这叫忏悔业障啊，改过啊。啊、哦，张家大师说：“忏悔后不再造。”哦，叫真忏悔。 哦，所以老和尚对“修行啊”啊这两个字的定义啊，我们不能划过去了啊。修行是修正行为啊，率性之谓道啊。最近有机会跟同学们一起学习四书啊，你看儒家跟佛家讲的都是相应的，率性率是。 随顺呢，遵循，遵循本性，这样在叫道。不遵循本性呢，就不在道中了。哦，所以师长给我们五心呢：真诚、亲近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呢，要依循五行。这就是率性。 只为道了，啊，在道中啊，就不在劫难当中了，好，那后面，啊，这个盈科法师之后啊，啊，提到了周广大老先生，啊，往生前三天呢，才闻到念佛法门。 以前都没学过佛，三天就往生了，啊、嗯哦，所以我们的因缘呢是殊胜的啊、哦，我们掌握机缘呢，哎，好好用功啊，依教奉行。 都能得书圣的利益啊，都能呢进一步啊为人演说。好，现在的人呢信心不容易建立啊，得要啊更多的人呢来表法哦，甚至于是啊。 要他身边的人来表法，他比较能感受到。哎、嗯，大家有没有感觉现在的人疑心比较重？哎、哦，你看到别人疑心重，不要生烦恼。啊，生烦恼就轮回心了。啊，看到别人疑心重啊，好，我来表演给你看。 好，让你把这个疑心放下。好，那我们面对的境缘呢，都变成我们发菩提心的助缘。这个叫随是菩提心呢。哦，你看这一念差别很大吧？哦，我我们去感受一下念头啊、哦。 啊，别人起疑心了，你在那很生气，哦，跟别人起起疑心，哎，你随是菩提心，好，我来表演给你看，那个受用也是天壤之别的。哦，老和尚常说，看破的人一定能放下，那个看破就是看明白了。 看清楚这个念头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。看清楚了，啊，老实念佛了，啊，看清楚了，啊，随时啊，接触境界，哎，都升起菩提心，不升起烦恼心。 你遇到的一切人事物都可以让你转成动力啊啊！假如大家觉得哦，我现在遇到这件事让我烦的都睡不着觉了，怎么转成动力啊？这烦恼及菩提呀，就是这么一念要转出来了啊！假如转不动啊，哦那。 啊，我们下个礼拜二哈、哦，啊、呃，有，诶，传统化学习班啊，我们再来探讨探讨。嗯、好，哦，那师长讲到了啊，我们八十八页第二段念佛法门是实在稀有殊胜。 经上所讲的字字句句啊，都是真实的。决定不能看作劝善的善书，那你就错过了此一稀有机缘。哎，这个是、啊、门于大道啊，八万四千法门之外，特殊法门。 他利派，啊，啊，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啊，果教门从果起修啊，即修即果的法门，这么特殊的法门，不能只把它当做一般劝善的善书看待了。啊，老和尚说的，啊，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啊！ 要好好珍惜了。那西方世界第一殊胜呢，是寿命无量，这是极乐的根本。啊，寿命重要了。啊，无量寿啊，那一定能成就了。啊，就在第十五愿。 哎，如果没诸佛称叹、嗯，这十七愿啊、哦，没有这一愿呢，我们哪里有机会听到这个法门？哦，这个没有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宣说，我们也不知道有阿弥陀佛，有极乐世界了。哦，所以十方诸佛都在周边法界。 红船啊，因为十方诸佛都是最慈悲的老师，都希望他的学生赶快成佛，所以推荐到成佛最快的学校了。哦，那这个恩德啊，实在是太大了。好，我们想一想啊。 当我们觉得这个恩德太大了，人这个念恩的心很强啊，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？会不会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对我恩德太大了，啊，哎，接下来没了？哦，应该你知了这个恩呢，啊，你巴不得马上去报他的恩呢、啊？ 这是知恩的人了，啊、哦，所以《劝发菩提心文》里面提到、啊，这个菩提心必有因缘方得发起啊。第一个因缘就是念本师恩，哦，没有释迦牟尼佛给我介绍阿弥陀佛，我就不知道这个法门了。啊，太感激释迦牟尼佛了。 那怎怎么回报？哎，老实念阿弥陀佛，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啊最欢喜的事情了，哎，这是报恩呢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后面也提到了，啊，如是妙法性听闻，因常念佛而生喜，啊，受持广度生死流。 佛说此人真善有。那我们报释迦牟尼佛报阿弥陀佛的恩呢？怎么报？多介绍这个法门给有缘的人了。哦，那这个是报哎两尊佛的恩了，啊，报释迦牟尼佛报阿弥陀佛的恩。 啊，知恩呢、啊，一定有报恩的行为出来了。啊，好，好、哦，那因为诸佛啊到处宣扬，我们才有机会听到、接触到。啊，善导大师啊，在注解里说。 定成正觉，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诸佛称叹与十念必生呢？这五愿是真实愿啊！无量寿经上有讲助真实会。啊！哎，大师这样一说啊，啊，用现代化讲，真正落实。 真实会了这五愿呢是真实会啊的落实了啊，所以这五愿是四十八愿的精华啊，是四十八愿的精要哦，可见呢、啊，光明无量一愿呢是弥陀弘誓的。 心随啊，光明代表智慧啊，啊，这个光的作用啊，佛光的作用非常大众生有缘遇思光者，啊，垢灭善生，生意柔软啊，所有疾苦莫不休止。 一切忧恼莫不解脱了。好，那前面呢，师长跟大家说过了，经典所在之处有佛光哦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说，经典所在之处啊，即为有佛啊。 啊，经是佛母啊、哦！啊，若尊重弟子。哎，我们听过真实的故事啊！哎，这个是在台湾发生的，啊、发生火灾了。刚好有个仓库啊，专门放大藏经的，结果这个火啊，跳过去烧了。 啊，这个放大藏经的地方啊，没有着火。啊、昨天啊，我们一位教授啊提到啊，在寒战的时候啊，啊，刚好啊有一个地方啊放着高丽大藏经啊，这、就是他们的国宝啊。 哦，木刻版的。哦，结果这个美军啊下令啊，要攻攻打这个地方。哦，那可能呢，这一步国宝啊就毁掉了。啊，结果韩国的将领啊说：“这是我们国家之宝啊，不能打。” 然后啊，这个美军给他审判了，判他军法处置啊，死刑啊。结果整个韩国人民啊，舆论沸腾了，啊，都说这个将军是对的。哦，后来这个将军呢、啊、被赦免了，不然高丽大藏经啊可能就没了。 哦、当然，这个无形当中，这个龙天护法，这个力量还是很强的。好、哦，哦，哎，师长这里又说了，佛号阴身所扬之处，哎，有佛光哦，啊、哦，所以大家一起念佛共修啊，哎，这个都是很殊胜的因缘。 哎，经典宣说讨论之处，就是弥陀佛光铸造之处啊。弥陀的心愿啊，希望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快快成佛。为了这一个愿望啊，才有十念必生的。 书圣大愿，哦，师长这里用很短的教导，啊、哦，把这五院的书圣呢，啊，给我们开解，啊、哦哦，所以众生念佛往生呢，没有一个不是当生成佛的。 所以第十八、第十九愿合起来啊，就是发菩提心一项专念。哎，古德较量诸经啊，啊，较量一切经典啊，认为，啊，这是真实中的真实。 啊、这一部经是真实中的真实，啊，这个比较法呢，我们也曾经说过啊，隋唐时候的大德都公认呢、啊，世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，啊，最圆满的是华严经，所以大家公认呢、啊，华严是经中之王，一切经啊，是华严眷属。 称它为根本法轮，这个比较啊，把第一找到了，好，那华严经跟无量寿经比啊，无量寿经,、啊、量寿经又是第一，又把华严比下去了，啊，古德尔说的很好啊，华严法华不过是此经之导引而已啊。 那大经是引导我们呢入这部经的，那两部经好比是大门，这部经啊是殿堂啊，登堂入室，啊，啊门外虽很壮观呢，这部经才是登堂入室。 我们才晓得这是如来正说第一经。当然，我们听完了老和尚这段经典的较量，我们是更珍惜呀、啊、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哈，可以帮我们登堂入室啊！哎，真正冷静看看我们现在。 要靠自己的能力啊，断见识烦恼，几乎不大可能啊。哦、那这一部经啊，是带业往生呢、啊。好、哦，这个是靠他力呀、啊哦。我们才受用得了啊。其他经非常好啊。 就像老和尚是专攻华严了，啊，他老人家最后也是专弘无量寿经，这些经好啊，但是这修学的方法，啊，要得力啊，不容易了。好，当然这些教诲啊，我们要善用心啊，是让我们更珍惜这个稀有的法门哦。 啊、哦，不要呢！听完这些教导之后啊，反而看到人家不是修这个法门，就显得自己比较优越了，慢心增长了，瞧不起人了，哇，那这个是自己就够冤的了。遇到这么好的法门，变成是增长烦恼、增长傲慢了，这个就很不好了。 但是警觉性要高哦，强者先迁呢、啊。假如我们本来就容易傲慢呢、啊，那可能这么好的教诲都变成我们傲慢的增上缘哦。哦，这个关照自己的心念呢、啊。我们在面对学不同法门的人的时候，我们那个优越感有没有起来？ 哦，有没有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就显得，呃，不够尊重别人了、啊？啊、哦，我们看阿弥陀佛的心量，啊、哦，所以学《无量寿经》最核心的心同阿弥陀佛啊，愿同阿弥陀佛啊，啊，三辈往生。 有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哎，接着还有什么？啊，若有众生助大乘者，就包含一切修大乘法门的修行人了、啊，以清净心向无量寿，都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哎。 那阿弥陀佛，这个心量，我们要不要学呀、啊？哎，哦，目前当目及心呢？啊啊，要体会到佛心善知识心啊，从根本学起呀、啊。你有从事上学，有从理上学的，有从心上学的。 啊，直接学阿弥陀佛的心。哦，那个老和尚让我们早课念四十八愿，这也是用心良苦啊。啊念着念着，阿弥陀佛的愿愿心呢、啊，就变成自己的愿心了。好、哦，好，那这一部经啊，一共有四十八品。 哪一品是第一呢？当然是第六品第一。啊，第六品是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有四十八条，哪一愿第一？第十八愿第一。啊，十八愿是十念必生。啊，四十八愿虽好啊。 去不了极乐世界，一点用也没有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甚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讲经说法，就是讲第十八愿。好，第十八愿展开来啊，就是无量无边的经卷。啊啊，无量无边。 经卷浓缩啊，就是第十八愿，哎、呃，一句话都讲完了，讲尽了啊。这样一比较啊，你才晓得此经经文呢、啊，真正是尖峰啊，佛法的最高峰，没有比这个。 更殊妙啊！希望我们在此处啊，留意啊，特别用心啊，去体会。啊，这个随着四十八愿经文的读诵啊，啊，会觉得佛经语深呢。 你看这个愿文当中，出现很多次的，我做佛时，十方众生，可都是十方众生呢、啊，代表什么？心量啊，啊、哦，学佛要扩宽心量啊，哎，今天我们每天持无量寿经。 这些经文要随文入观呢、啊，每天念着十方众生啊，结果一去上班，看这个人不顺眼，看那个人不顺眼，哦，那这个经文我还是念不下应了。哦，你看经文里面多次出现“若不讹者，不取正觉”啊。 这个俗话讲：“君子立志长啊，发了愿了不退了。纵使生子诸苦中啊，如是愿心永不退了。”哦，这八个字我们有没有练入心呢、啊？若不讹者，不取正觉。真练入心了、啊，恒心毅力就提升起来了。哎，这些经文都有加持力的。 啊，我们看呢下一愿，啊，我做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。好，这是第十九，闻名发心愿呢。啊，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。 什么是菩提心？菩提是梵语啊，译成中文是觉。啊，经论上啊，常常把佛法修学的宗旨目标啊、哦，这个修学很清楚，宗旨目标啊，是很重要的。 哎，就像我们这个走路啊，哎，你很清楚那目标在那里呀、啊？你不会走错方向啊，你不会背道而驰了。好，好，那终止目标呢？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一句话是梵语音译。 三翻作正，菩提呢是觉啊，三菩提翻作正觉啊，真正觉悟，觉悟就不迷惑，迷惑了就不觉悟啊。发菩提心就是从今而后，觉而不迷。 真正觉悟，什么才是觉悟？觉悟的标准在哪里？你搞六道轮回，就是迷，就是不觉了；你出六道轮回啊，就觉悟了。 啊、哦，所以阿罗汉称为正觉，他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好、哦，阿罗汉以上啊，才称为正觉。啊、哦，阿罗汉以下呢，都是迷。啊、哦，当然一个人呢、啊，啊，念念想着要出轮回了，哦，那这个人也离觉悟不远了。 释迦牟尼佛当时候做悉达多太子啊，他也是看到了一些景象，几个景象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。他觉悟到了，不出去呀、啊，解决不了问题了。不止他解决不了问题啊，他最亲的人都解决不了问题了。 啊，所以他老人家体会到这一点呢，弃位出家，苦行学道啊，啊啊，为谁苦行学道啊？啊，为他所有爱他的人，跟他有缘的人，不然大家呢只有一条路了，搞轮回去了。 哦，而且释迦牟尼佛这个心呢，也是为所有后世的众生呢而发的。啊、哦，没有人真正觉悟了，啊、哦，出轮回了，那众生就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。 哦，所以我们讲到这里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恩大德了。啊，哦，那我们了解到这里了，啊，超越轮回才是绝了，所以现在不能起轮回心了，不能搞轮回的事了。 啊，觉则称为圣人，啊，有四圣法界，啊，菩萨呢是正等正觉，佛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阿罗汉呢、啊、虽然是正觉，大乘佛法说啊，他还没有发菩提心，可见菩提心呢、啊、比阿罗汉的正觉还要高。 阿罗汉、辟支佛都还没有所以不但不再搞六道，发决定成佛之心，才称为菩提心。阿罗汉没有成佛的意愿，他比我们觉，但是比菩萨还迷。 因为没有发成佛的心，哦、菩提心不但是觉啊，是究竟圆满的觉。啊、哦，换句话说啊，一定要发做佛的心，才是真正的菩提心。 啊，我初学佛，看到啊，印光大师的墨宝，哦，那大师手写这些墨宝啊，哎，真的都有佛光啊！啊，我们一看啊，就被震慑住了。啊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做佛。 要发做佛的心呢，啊，才是真正的菩提心。啊，要有志气啊、哦，庄生于千古圣贤之列，不愿做随波逐浪之人啊。人生难得经已得啊，佛法难闻经易闻。 此生不将今生渡啊，更待何时渡此生呢？啊，一切发心做佛的人呢，我们都称他为菩萨，因为他发了菩提心，他发心做佛。啊，老和尚说啊，这样讲啊，大家容易懂。 偶益大师在要解里啊，跟我们讲啊，凡是发愿求生西方净土的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。这话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我们要好好思维思维了对啊。对呀。 因为求生净土啊，就是一生成佛啊，所以发愿求生净土，就是发愿一生成佛啊。哦，那怎么不是菩提心呢？啊，不但是菩提心，一生成佛是无上菩提心跟一般大乘菩萨不一样大乘菩萨。 还要修三大阿僧祇劫、无量劫，才能成佛。啊，这个人求生西方净土啊，他一生就成佛，比起那些菩萨殊胜的太多。我们看呢、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，于经十节啊。 哦，而且你看经文说，其中都有一生补处，其数甚多。哦，我们一般来讲啊，多这个字啊，那最少超过一半叫多啊，啊、哦，不然叫少数了。哦，那代表这十解往生的很多都是已经到一生补处位了。哦，所以比。 其他这个大乘菩萨要修三大阿神祇解，无量劫，才能成佛的，哇！那这个缘殊胜太多了。哎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们现在遇到这个成佛最快的路了啊、哦！你你你还把它错过了，那还要再搞多久啊？哦，彭济清居士说。 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之一日啊！哎，哦，弘一大师、祖师们说了啊，这个阿弥陀佛是阿切陀药啊，啊你舌此不服啊，这个阿切陀药你不吃，非愚即狂啊！哦，不是愚痴，就是太狂妄了、啊。 哦，我们不要跟自己无量劫来的因缘开玩笑啊！不能掉以轻心啊！啊，不能过不去啊、哦！啊、哦，行安大师《劝发菩提心文》里面提到啊，念求生净土，这个就是菩提心了。 那这个经文，我们看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发菩提心了。哎，那发愿求生呢，你很愿意去呀、啊，自这个自心性要，是吧？哎，我们刚学的这十八愿啊，这几几个字太重要了。你发了愿是。 归心事件，这个叫发愿啊！你发了愿以后，都往反方向去走了，这个不叫发愿了。啊，最欢喜、最高兴的哪件事啊？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样才叫发愿了。啊，其他的事，随时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。 拉开了，那这个愿不够真实了，不够真切了。啊，我们说真性切愿呢，切是迫切、啊，恨不得现在就去了，这叫切愿了，恳切、迫切、急切。 哎，这个我们都要对照对照，不能自我感觉良好啊！要对照经典，对照祖师的教诲啊。好、哦，世间还有哪件事让我们牵挂，我们就不够切愿了。好、哦，那师长接着讲了菩提心。 佛在《观经》上讲的很清楚，菩提心的体呀、啊、是自诚心，就是我们前面第十八愿讲的自心、真心、诚心，真实不虚，真诚心起作用啊，分为两类。 一呢是对自己，一是对别人。啊，对自己是身心。啊，在一般大臣讲，身心是好善好德。啊，一个人好善好德，他就会不断提升自己，因为他会去效法，啊，他的善根德就不断提升了。 啊，善与德是有标准的，啊，最高的标准呢，明心见性才是善，才是德。啊，哎，这个开解有味道了，好善好德的人不会知少为主了，啊，他不会说。 哎，我不错了，你看那个张三李四啊，啊，那我比他们精进多了。哦，那那这个就不够好善好德了。哦，啊，要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啊、哦、不能自少为主，啊，要达到啊。 明心见性，啊，一心不乱呢、啊、是德，大开圆解是善，啊，断烦恼啊是德，啊，这个德就是你有所得了，啊，有真实的受用了、啊。 持戒有功啊，啊定就是德了，啊修订有功啊，哎会就是德了，啊。好、啊，啊开智慧是善，啊这是高标准的、啊。啊这是。 真诚心起作用啊，对自己好；对待别人呢，是回向发愿啊。这是《观经》里面谈的发四弘誓愿啊。四弘誓愿展开呀、啊，就是四十八愿啊。四十八愿归纳不外乎四弘誓愿啊，所以四弘誓愿。 是一切诸佛菩萨在因地所发无量大愿的总归纳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发起的哦，四弘誓愿。好，我们看第一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哎，这个愿能发出来了。 就有动力了。哎，我们真心要去帮人，帮哪个亲戚、哪个朋友，啊，遇到什么样的挑战，我都不会退缩啊。哇，那你看这个人就有力量了，动力啊。哦，而且你要帮别人呢，我们自己没有做好啊，啊，帮别人人家不认可了。 啊，所以、哦、要烦恼无尽，思愿断。啊、哦，我我们坏习惯改的很快。啊，这亲戚朋友觉得我们怎么判若两人呢？哎，他就有信心了、嗯。哦，所以，哎，假如亲戚朋友对我们修学不是很认可啊，那可能我们这个表的法差强人意啊。 哦，就要找出问题在哪。哦，好好提升啊、哦，让人家刮目相看了。哦，而且往往啊，我们家庭里面，甚至朋友圈呢、啊，有可能整个佛缘呢、啊，就借由我们转动起来了。 哎，没有没有自己转了、啊，可能转不动了、啊。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天命了，哎，那不是压力哦，那是动力哦。哎，你看，压力跟动力一个念头之间而已的，但差别很大了。啊，动力哇，那你有源源不绝的。 一种精进力出来了，压力呢，也慢慢你就蔫掉了。哦哦，就这个怨天尤人了，就哎，烦恼及菩提啊！我们刚刚说要转过来啊啊，转不过来，我们再探讨啊。好。 这个第一呀、啊，要发愿度众生，要帮助众生，协助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。如果我破坏众生、障碍众生、嫉妒众生、阻扰众生，这是造做阿鼻地狱的业。因为这不但没有发菩提心，跟菩提心恰恰相反。 那是迷惑颠倒，这种人决定不能成就。其实啊，这个就违背自己的愿呐、啊，违背自己的誓言了、啊，那怎么可能成就呢？人首先呢、啊、要不自欺呀、啊，哎、呃，才能不欺人呢、啊。 啊，不自欺的。自己发的愿，终身要去努力，啊，不能辜负他人呢。好，这个我们还有这些嫉妒啊、阻挠啊，那三宝在慈悲啊，也加持不上，啊，谁能加持他呢？ 妖魔鬼怪啊，因为妖魔鬼怪的心形呢、啊，都是这样的：嫉妒人、障碍别人、陷害别人。这个心愿呢，啊,啊，跟妖魔鬼怪呢完全相应了，所以妖魔鬼怪加持你啊，使你的罪业越造越大。 将来地狱果报啊，越做越下，非常可怕。哎呀，这一段呢、啊，我们自己感受感受吧。大家有没有？哎，这一段时间呢、啊，哦，特别替人想，啊啊，特别有愿力啊，好、哦、像跟亲戚朋友一聊天。 特别有灵感，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呢、啊。哎，哎，隔了一个礼拜啊，比方说生谁的气了啊，嫉妒某个人了，哇，一下子这个烦恼丛生呢、啊。啊，看到谁就容易发脾气了。你同样是自己呀、啊。 为什么前一天后一天，前一个礼拜后一个礼拜差这么多？哎，老和尚这段话，我们有没有得到答案了？现在是末法时期呀、啊。魔王三千多年前跟佛陀讲啊：“你是正法，我坏不了啊。等你到末法的时候啊。” 我前，我的魔子魔孙来坏坏你的法了，代表谁能坏得了佛法？要自己人啦、啊、才坏得了啦。哦，所以我们示众弟子啊，这个念头不对了。 魔王就加持上来了，现在真的魔王跟佛菩萨抢人呢、啊。哦，我们念头一不对，这个妖魔鬼怪啊，魔得其变呢、啊，马上加持我们。大家有没有觉得？哎呀，我怎么这个无名火越来越压不住了？哦，那都佛一直在加持了、啊。 警觉性高啊，不能让魔加持我啊！啊，要让阿弥陀佛加持我啊，诸佛如来加持我啊！啊，我们要学观音菩萨，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啊，跟他们的愿力融成一片呢、啊，不能跟妖魔鬼怪相感应了、啊。 哦，所以下次我们心情有点不不稳定了，马上想到妖魔鬼怪在趁虚而入了啊，魔王要得其变了，警觉性就高了。不然呢，一发脾气了，魔王在旁边偷笑了，啊，他达到目的了，啊、哦，我们自己没自受用了，火烧功德岭了。 啊！别人一看我们发脾气了，哎呀，这个修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是这样啊？人家也退了心了，啊！所以啊，一念差别太大了，感遭天壤之别啊，不得不慎重念头了。啊，你看。 一心观礼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常住三宝，十方护法菩萨、金刚、梵天、龙神、圣贤等众。啊，大家感受一下这一念感召来的佛菩萨、龙天护法多不多啊？哎，啊，尤其呀、啊。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感召啊！啊，《阿弥陀经》告诉我们了，啊，东方有阿处毗婆，须弥相佛。你看，十方诸佛皆出广长舌相啊，说诚实言，啊，汝等当信视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感一切诸佛加持了。 感我们供养过的无量佛的加持啊，怎么可以不念呢、啊？不念，感召妖魔鬼怪、怨亲债主了。好，哦，那今天呢、啊，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，呃，这个。 哦，我再跟啊、呃、我们主办的啊、呃、单位商量一下哈，这、哦、接下来这一个月活动比较多啊、哦，我们可能课程做一点调整，啊、嗯、好、哦，那这个时间呢再通知大家哦，好，谢谢，阿弥陀佛。